这是第一那个第一代，因为日本石造石只能用第一代，所以它是木构的哈、哦。然后日本的时代的车站的演变，就第一个第一代的第一，刚开始用停车场，比如台北停车场、台中停车场，然后后来就改成 E， 它是第一代。刚刚进的讲1905年，然后就再来是第二代1918年，就是第二代木，然后就是这种属于汤破风造型的这东西，就是这个东西，全台湾有三座，刚刚进的讲就是宜兰跟万华，那这三座是万华火车站最后拆的，到台北要开始铁路地下化的时候才拆掉。我们到日本的时候也是看到一个蛮有趣的、啊，就是邮政的这个收集哦，有很多人收集邮票啊，收集明信片啊，这些其实跟铁道是会很有关系的，铁道会相关，所以刚好在那个东兴车站的出来，也是一个就是东兴的中央邮便局，它的做法就是说它还是留下了那个比较低矮的那个原本的立面，然后后面呢再做那个高层的设计，就是它兼顾了发展哦，也兼顾了城市的记忆的留存这样。那我们等一下到那个光复邮局的时候，光复邮局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，就是说城市的记忆怎么样去把它给留存下来。他会去取缔你一些思想的行为，但是他不管是你汉诗，就是那个传统诗，他是 OK 的。所以当时他们常常会去跟鹿港，鹿港的那个诗社交流，还有跟一个很重要的是中部哦，还有台湾中部也是台湾最重要的立社，立社就是有林献堂先生他们所组成。就是我们这一栋啊，这一栋有的人会说它是拉吉吉伞。拉奇奇伞石油会社代理店，那为什么要这么难念呢？拉奇奇伞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怎么念？它其实叫 Rising Sun， 旭日啊，它是旭日火油，就是说，在当时有一个连锁国际连锁的石油公司叫壳牌石油，就是到现在都还有。那壳牌这个公司呢，就是在日本的直营公司，在台湾的直营公司就是旭日。爱东西，吴恒秋哈，伊的经营就是讲在于老爸，是他父亲郑丰源。郑丰源是1897年成立，刚好明年就120年的一个历史哈。那目前在台湾，在淡水啊，还有一个壳牌的仓库，它是一个古迹哈，它是一个古迹。那可是我们现在背后这一栋的话，就是目前。可能大家就还不是很熟悉，因为以前在这边大家有一些回忆，就是说他本来有当过武信，就是我们现在背后这个武信原本也在这一栋里面营业过，然后有当过诊所，然后在他那个凉点咖，就是那个凉亭骑楼底下，以前有卖那个小吃汤圆嘛，哈，然后这一条的话，因为离火车站很近，以前更热闹就是那个武信快炒，啊，武信快炒。国光客运是城门的位置，一定要很惊讶的。城市纹理啊，就是说，本来在每个街角哈，它都有一些那个转角的那个建筑物的设计，就像我们一开始刚看到那个彰化邮便局的那个样子。
好，那其实当它就是拆掉以后变成一个空出来的地方的时候，在城市里面就会变成一个很零碎的角落。再远一点呢、啊，有一栋就是三联栋白色的那个建筑物啊，那个是李栋才，就是彰化县啊第三跟第七县的县议员李栋才先生，他的那个住宅。其实李栋才这个李栋才先生这个房子呢，是在战后。在那个战后的时候才买下来的。那原本的那个主人是谁呢？原本主人是我们现在这边看到有一位杨宗成先生。杨宗成先生，他是做什么呢？他是我们台湾的那个彰化的凤梨大王啊。台湾在1920年代之后呢，就发展出一个新的工业，就是说，而且他就集中在彰化非常多，就是农产品的这个工跟商的产业，然后这个就是做凤梨罐头。那杨宗成他事业做到多大呢？就是说他在全台湾，凤山、台南、台中、园林、彰化都有他的工厂。那大千商事其实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人在当议员，议员就是说那个董事会，好像董事长啊、董事啊这些都是议员，还有那个执行长或者总经理这样。里面呢有林笃勋医师，好，还有一个许家总。那我刚刚讲的这两位跟杨宗成。好，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？就是说，林笃勋跟许家总，他们也是台湾文化协会的成员。那后来呢，台湾文化协会就是有了一次的那个分裂啊，分裂之后呢，就是变成有台湾民众党。那台湾民众党就是大家可能觉得比较有名的，就是那个蒋渭水啊，就刚刚也有讲哦。那台湾民众党当时就是由许家总，好，许家总年纪比较大。然后呢，他就会带着杨宗成、跟赖和还有林笃勋，好，他们就会就是看到什么不公不义的事，他们都要发出声音来。那杜奇圭其实他出生的话是在那个小西街那边，所以现在小西街那边还有一个杜宅。还有一个杜宅在那个巷子里面。好，那杜奇圭他比较有名的一个，就是彰化呢第一任跟第二任的民选的市长，起第五市长。文化协会如果有去大稻埕那边有一个公园，那里有那个台湾文化协会的所有的名单，有那个台湾民众党所有的名单，刚好就分布就在我们彰化来说就在这一块，而且彰化。占了整个文化协会就占了三分之一，占了三分之一哈，就人数非常的多，然后而且又都全部集中在这一块啊，所以实际上如果我们去想象一个城市的愿景的话，这个地方如果我们把这两栋老房子留着，对不对？就是刚刚那个李栋才的住宅大兴凤梨商事，跟这个杜奇圭的哈这栋故居留下来的话，其实它就变成了我们见证哈彰化的地方自治史，见证呢。整个台湾的这个文化运动，就是文化协会的运动跟自由民主的追求，就很好。现在它也可能会被拆掉，就是也跟大家讲一下。那
习惯。好，送给邮局，然后送给这些老屋。好的，就是刚才德哥有讲说，台北的凤梨王都可以变成星巴克，我们的凤梨王难道就要被拆掉吗？梅乐山丘有没有在山上有一个三合院都可以卖凤梨了，对不对？这里也可以卖凤梨酥啊，就是凤梨会社卖凤梨酥，多么有梗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应该要保留它有很多的想象的空间。什么呢？没有那么复杂。文字审议的意思就是说，由我们大家一起来决定，它到底应不应该被保存。它不是少数人的事情，它是大家的事情。可是这个是杜西归杜西嘛，哈。前面还在，但后面呢，就刚刚那个木造的部分已经全部被拆除掉了。我们的伙伴去发现到通报文化局之后。然后文化局就说：“你赶快去书面提报，就什么东西都要书面提报。这其实很不符合一个，就好像我去报案说有人要被杀了，你说哎，你赶快先做好笔录，我再去救他。所以你做好笔录过去的时候，他已经被杀死，就是一模一样的状况。然后呢，他到时候就说你提报太晚，啊，你告诉我太晚。那顶山坡派出所是鹿港顶山坡那边很重要的一个记忆啊，因为。”你只要搭公车，你只要就是经过那里，你一定会看到这个老的警所哈，老的警察派出所。然后可是他也是在今年的时候就被拆除掉了。就从此以后，你搭公车顶番婆到了，可是你再也看不到就是顶番婆的一个老警所的记忆，就是我们所有东西都被切断。这个案子呢是台北的朋友，有一个住西湖的台北朋友，他来。直接去找到文化局局长，告诉他说他要提报，他也把提报的东西都给他，可是他被拆除掉，连洞闸都没有救出来，他就完全的很凶残的被拆完，人家那个地主根本就没有要你拆屋还地，纯粹就是文化局怕麻烦，他觉得说今天我如果登录这么多，指定那么多，我工作很多，我就不想做了，所以他现在就是拆光光。它是全台湾现在只剩下这样子一个造型，这么漂亮的一个派出所，它把它拆掉了，然后过。自然真的走到比较制度面的时候，就是会变成公有的跟私有的观念。这里面有公有的，也有私有的。公有的话，其实就应该要比较好处理的，就是说，像有新的文资法嘛，50年以上，它必须要有一定的哦文化机关哦去看过啊，那个判定过，再才可以做下一步的处分。哦，我今麦讲的就懂。哦，超过十年啊，哦，11月超过十年啊，私有诶，好诶，好啊。我觉得还是要去厘清一个东西，就是说，当你的房子、你的财产。你的东西变成文化资产的时候，它绝对不是充公，它绝对不是变成政府的，因为台湾是今天让人民做主的社会，没有人可以把你的东西从你的身边夺走。西京的家旁边有哪个老建筑你觉得很有价值，或是很有故事？你小时候都去那里玩，或者是小时候像那个吴文秋。那边以前也曾经当过诊所，也有人会去那里看病，就是都会有这样子的。它建筑物不是冷冰冰的建筑物，它是跟我们的人生活在一起，才会让这些建筑物变得更有价值。那我们只是希望让这些故事一直传下去，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朋友，他们去找很多的史料，要把这些故事告诉大家。我们不希望我们之后的下一代是不了解我们的过去的。如果我们不了解的过我们的过去，我们的文化要从哪里而来？其实彰化是发展很早的一个县市，所以它相对的一些文化的资产应该相当丰富才对，可是因为缺乏照顾，都变说已经不为人知了，对，都然后就变说完全就是快接近废墟的状态下。对，虽然说我一直觉得我在彰化长大，
但是我觉得说其实都很陌生。然后我开始慢慢就是说，哎，参加一些市集的大哥活动，才觉得说彰化有这么多些清朝留下来的东西，我那时候很震惊。所以我后来开始就花很多时间去借一些书啊，慢慢去拼凑和了解说，哎，原来彰化是有很多东西存在。因为在地的有做在地的文化的那些推广，慢慢的人知道的话，就大家都会去保护，而不是只有几个少数的人在努力，很棒。而且那时候我其实最感动的是说，我们最后走到音乐会那一边的时候，我遇到我们的学生的家长和学生，然后他们就默默坐下来一直听，一直听，听到结束了他们才走。所以我觉得走出去，人家才会慢慢去了解。然后我今天也跟那个家长聊到说，哎，那个建筑物被拆的时候，他一下大跳这样子，因为想说怎么会这么快这样子，才一下就消失了这样子。谢谢大家，给自己一个掌声。